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YY 的主播，我叫木叔，我来自瑜伽543。那么下面大家录制一首神曲，神曲的名字叫做《老婆》，来自张杰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我的直播间 ID 是22360，喜欢的朋友们可以点击一下关注。每当有人问我活着为什么，我只能说了一句，为了承诺。我曾经对自己说，要让你快乐，带你翻过大山大河。每当有人问我什么是老婆，我只能一笑而过，默默闪躲。因为我从没试过，如果没有你，我还有什么选择？这辈子我连你的手都没牵过，可我却对自己说你是我的老婆。为了你，我可以一无所有，只要让我梦梦在你左右。这辈子我连你的手都没牵过，可我一直等你白了头。为了你，我可以放下所有，让人爱着恨着也值得。有人问我什么是老婆，我只能一笑而过，默默闪躲。因为我从没试过，如果没有你，我还有什么选择？这辈子我连你的手都没牵过，可我却对自己说你是我的老婆。为了你，我可以一无所有，只要让我默默在你左右。这辈子我连你的手都没牵过，可我一直等你白了头。为了你，我可以放弃所有，让人爱着恨着也值得。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。那么我的直播间 ID 是22360，我叫木叔，我来自瑜伽543，非常感谢。